肩背手扛收集牛粪，劳累辛苦。推车时粪如何替代人工？牦牛粪检时机能否得到牧民认可？敬请收看《我爱发明》，牛粪集结号。肩背手扛收集牛粪，劳累辛苦。推车时粪如何替代人工？牦牛粪检时机能否得到牧民认可？敬请收看《我爱发明》，牛粪集结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爱发明，我是主持人丁希。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梦华老师。彭老师，咱们今天聊一聊这个草原之州啊。草原之州您应该知道是应该是西藏的这种牦牛吧。我知道当地的这个牧民啊，把他们当作是图腾一样去供奉，他们 对他们非常好，非常的尊重哈。对，牦牛呢对藏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一般不杀。这个牦牛呢，它可以供给人们喝奶。对。另外呢，它的牦牛粪啊，可以供人们来作为燃料燃烧。嗯。这个藏族妇女啊，她们经常很辛苦啊，背着一个筐，背着一个筐捡这个牛粪，往这筐里边啊去食。这个事儿我可知道。是。它确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儿，它要把牛粪呢从地上铲起来，对，要扔到背后的这个筐里去。你想，它要弯腰弯得很深，对，还要把这个牛粪扔上去，对，这个很沉，对，然后怎么样，还要背回去，那个很重，因为其实挺大的一块儿，是，它又有水分，对，又有一些草料什么的，所以这个妇女干这个活是非常辛苦的。所以你看我们的发明人非常的热心啊，他们考虑到藏族妇女啊非常的辛苦，特意发明了这样一个机器，专门可以来捡拾牛粪的。咱们一块儿去看看这位发明人的新创意。在辽阔的青藏高原上，人们放牧牦牛，逐水草而居。牦牛是高寒地区的特有牛种，也是生活在海拔最高处的哺乳类动物。藏区的牧民和牦牛相互依存，形影不离。牦牛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一团团的牛粪。在农耕文化中，人们对牛粪的印象都是又臭又脏，总是用它比喻丑陋粗鄙的事物。而在牧区，牛粪的身价却堪比黄金，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牧区的森林资源匮乏，木材稀少，日常生活生产所必需的燃料极其缺乏。勤劳智慧的藏族先民收集牦牛粪便用作燃料，自然风干后的牦牛粪质地很轻，有淡淡的青草味道，在含氧量很低的高原也十分容易引燃，并且充分燃烧，是非常好用的燃料。记者来到我国甘肃省夏河县的格勒根潘牦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我们的好朋友九麦扎西来做向导和翻译。一到牧场，记者就看见有人在捡牛粪，但是他们似乎遇到了什么问题。大姐您好，您这粪叉怎么坏了？他捡的粪了。他说这个一直运着，天锈了是，已经坏了。生锈了。生锈了。那这农具经常坏吗？一直运的话，这个容易坏。您今天捡多少粪了？顶上去，我俺全部都提上去。我收十毛六的。今天收了四背兜的，背兜，这是背兜。四背兜。啊。那您这个粪叉要坏了的话，还怎么拾粪啊？他可是来过，他拉过，我们哪听能不能？他说再去了这个找个铁匠，要焊一下。铁匠好找吗？搁了那个咱那那个年代的苦。没想他你家都有嘛，心里嘛的，那么那心里嘛的。到那个他们的乡附近去了找一下，如果没找见的话是没办法，只能等。他给那拉个马蹄子进来。他只能现在是运输，可以，他也是牛粪。看这边这个，大姐，哎，您这粪叉是好的吧？哎，走，来一个。哎呦，一扔就扔进去了。
那您今天背了几杯了？就是个立体的。十二杯的，一般情况下它湿的是就是湿的牛粪，干的已经是它放到牛粪圈里面了。啊，就是我看见那边有一个，就是那个包都是牛粪，干的牛粪。都是牛粪，干的牛粪。那我能也体验一下这个杯了。지금도지금도그런데돌다도나찾고那成绩了。行，你可以试一试。一个背篓，一把粪叉，牦牛粪的捡拾工作似乎并不困难。记者决定亲自体验一番。这背篓刚一上身，他就叫苦连连。这好重啊！这它只有一根绳吗？它不应该是那个像双肩背一样的东西吗？没有一根绳。哇，这很重的很，是大概有60多斤呢。平常背这个背篓，这个肩膀这一块会不会也特别沉？前年장군들이그거내서그거들착하게넘는다양반에그사람죽었어这肩膀可上去就没了。只能这样子动作背。大家都是这样背的。大家都是这样背。好，我铲几个牛粪试试。来，您帮我拿。好好，谢谢啊。这铲牛粪有什么秘诀吗？哎，还不是没有秘诀，只能用力嘛。你小心，你小心。太好扔了，这个。捡粪的工作看似简单，等记者上手的时候，牛粪是怎么也扔不进背篓。几次失败之后，记者终于找到了一点窍门。记者糊里糊涂的，居然还把石块错当成牛粪丢进背篓，这眼神可真够差的。他捡牛粪的手艺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呢。慢点，你的头发，脖子，哇，我这人也不少呢哈。哎，你捡的还是不少。他们这个筐一般都是背到哪儿呢？是背到背满吗？背满的。你捡，你看看。刚捡了这么一点，他们一背到嘛，60多斤嘛，这个的话是现在是有20多斤了，你还是厉害。目前捡拾牦牛粪的工作。你真是弱爆了，还是让我们的藏族大姐演示一下正确的倒粪姿势吧。现在看来，捡牛粪的工作可真是不好做。那么有没有省时省力的方法可以轻松捡拾牦牛粪呢？发明人王光辉，龚春晓，发明项目牦牛粪捡拾机。王光辉老师和龚春晓的相遇是由一堂选修课开始的。2012年，中国农业大学的王老师受邀参与了一个在西藏地区开展的公益项目，任务就是要制作一台牦牛粪捡拾车。王老师在课堂上和同学们分享项目调研时的见闻，原本只是希望开拓下学生们的视野，没想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到了下课的时候呢，一位同学他特别正式的就跟我走到讲台跟前说，老师，我想跟你来共同做这个项目的研究。当他提出来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内心感觉很高兴，我也特别希望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孩子。我的家是在信阳的一个小村庄里边，因为我们那儿是水牛，在我们那个地方水牛就会比较，那个牛粪比较稀，而且会比较臭。我以为牦牛粪便就是那样的，但后来通过老师的介绍以及图片看，可能不是那样的。当时还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春晓不仅成绩优秀，还有很多兴趣爱好。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他是一个动手能力极强，对生活充满激情的少年。由于年级还比较低，
想要在研发中有所建树也并不容易。初次的设计遇到了许多困难与挫折。都说大学是做研发最好的土壤，设计上有老师做理论指导，实践上有工人师傅手把手教制造，图书馆还可以拿到丰富的资料，但偏偏最重要的设计灵感只能靠自己慢慢琢磨。藏区用电不便，牧民生活又有迁徙性，综合考虑来看，用捏闸这样的方式来操纵捡拾车真是聪明。春晓的灵感就是从自行车的车闸而来的，成品一做好，他就马上请来王老师一起去看看他们的成果吧。春晓，啊，怎么样，车加工好了？做好了。啊，那你看一下。看看呗。嚯，不错嘛。嗯，这个主要还是借鉴这个剪刀式的原理，就跟一个剪刀一样，先把牛粪剪起来。这还有个镂空是吧？对对对，控制借鉴那种锁头的控制方式，然后结合闸线。啊，对，这就能弹起来了是吧？对对对，哦，不错不错。然后它这个回弹借助这个扭簧，对，这个扭簧的力，把这个拉回去，然后用脚踩，闸线连接脚踩把它给拽回去，对，就这样一踩它就可以收回去，然后先这么剪。但是就是看看这个剪的效果怎么样是吧？为了验证这台捡拾车，王老师和春晓用土壤制作了模拟牦牛粪，所以说加点水它就分量就上来了。嗯，非常好，是吧？装袋以后重量差不多是吧？对，只是模拟看到底能不能把这种形状的东西捡起来。哎，对，大小也差不多。牛粪做好了。牦牛粪一块大约在1.5公斤左右，重一些的有2公斤。面对模拟牦牛粪，机器能顺利捡拾吗？所以我就说这个可以。哎，哪个卡上了？化工呀，还差几个。捡拾机刚用2下，捡拾台就不能复位了，是因为机器制造的太粗糙，还是设计本身就不合理呢？对此，师生俩看法完全不同。王老师认为，捡拾机的开合角度还不够大，闸线也过于灵敏，不好控制。根据经验判断，他认为是设计缺陷。但是春晓认为，这样的小失误纯属偶然，要是在草原上捡拾真正的牦牛粪一定不会有问题。可能它还是袋子这个太滑了。我觉得可能不光是袋子的原因，这个捡拾机构这儿可能还是有些问题，设计上这么感觉有点不太行。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可能就是这个袋子薄容易破，而且它袋子本身有点滑。嗯，你总觉得是因为这个模拟牛粪不像真的是，对，跟真有差距是吧？我觉得回头去青藏高原试一下就知道了。为了印证自己的看法，春晓在第13届挑战杯上参赛，牦牛粪捡拾机荣获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的3等奖。这份荣誉让他对搞发明更加积极了。王老师为春晓高兴，但他也深知春晓的执着秉性，光是凭借经验来说服春晓做改进肯定不奏效。怎么才能既不打消春晓的积极性，又让他接受自己的改进思路呢？干脆来个藏区之旅吧。就这样，他们带着牦牛粪捡拾机来到了甘肃省夏河县。第一次踏入藏区牧场，春晓感到十分兴奋。在牧区，随处可见的牦牛为春晓的机器提供了足够用作试验的牦牛粪。真实环境下的牦牛粪和之前用作试验的模拟牦牛粪又会有怎样的区别呢？当然，这是虫把里边营养物质给吃掉了。咱们打开这看一看。Let me try, OK? 哇，瞧，里面都是虫。屎壳郎吗？你看这还是草啊！你看这，就是草木啊。嗯，就吃掉了蛋白，然后。原来，真实环境下的牦牛粪外表风干硬化，中心营养物质被虫类掏空，含有大量草料。模拟牦牛粪确实有几分相似。这一次，面对真实的牦牛粪，春晓发明的牦牛粪捡拾机又会。
藏族妇女对捡尸机十分好奇，也想试一试。由于语言不通，春晓和王老师向藏族妇女介绍捡尸机，只连比划带猜。面对从来没有见过的牦牛粪捡尸机，妇女们充满好奇心。可是没用几下，他们就丢下了这台小推车。他们只是觉得机器新鲜有趣，可要论捡尸牛粪好用不好用，那可比不上自己的粪叉，这才是真正的捡粪利器。您好，这是我们的王九。哎，您好。哎，你好。我是中央电视台我爱发明的。哦，你好，你好。啊，他是王老师的学生。哎，您好。啊，春晓，那试验的怎么样？我听说这机器还获奖了呢。原来是在这个实验室做的，效果还好。那我们这次实地看一下，到底这个机器，看看行不行。现在就是这个草地环境比较复杂，然后现场你看这牦牛大大牦牛粪大大小小也不一样。然后你看咱们这铲也有点打不开，有的粪也取不上来。嗯。另外捡的时候呢也会有漏，所以说，的确是还是需要一些改进。对，我们还需要再找找灵感。见到了传说中的牦牛粪捡尸机，记者就迫不及待的要求上手试用一下。它这个是像剪刀一样，然后对对对，先找，然后打不开哈。这个草地上有这个坑，有点推不上去。哎，我还没按它，它就弹上了。我觉得这不好用，因为呢，我们这个牧区凹积不平，这样的话是不好用的。加点劲吧，给王老师。好，是好。那这车。那车现在肯定也没法再做其他的这个演示和比赛啊之类的吧？这个暂时还不行，我们还需要回去再重新设计调整调整。那好，嗯，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王老师，看来这台机器离实际使用还差得很远呢。我们说呢，它是参考了就是妇女捡拾牛粪的这个过程啊，他用机器把这个牛粪先给它捡起来，嗯，他用的就是这样。剪刀式的这样的叉子，是。嗯。现在我们把牛粪扔到地上，你可以用它来捡拾一下。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好控制，而且老跑，你看。别贪多，一块一块的捡。是。是不是可以捡起来？然后我再这样。对。你瞧这个沙土啊，弄得一身都是的。这个当然不是。嗯。人去扔了。嗯。它是有一根钢丝拉着它。嗯。捡拾起来以后，啊。钢丝一拉它，给它扔到车里。嗯，所以这往上扔、往筐里扔粪的这个工作，嗯，也完成了。这两个工作完成了。对啊。第三个工作呢，是不是我们要把它背回去？对啊。它现在是用车推回去。嗯。不用这个妇女背着这样大的篓。这样可以解放出来了吗？所以我们从这个他的想法上看呢，确实能够完成这个捡拾牛粪的工作，就构思是没问题的，对吗？做的呢也基本上可以。那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就是他在这个往上装车的时候，他使用的是什么呢？使用的是一根钢丝来拉它。您的意思是说，这钢丝啊，就灵活性不那么强，它容易比较愣。那不光是那样，嗯，它钢丝就是我们自行车那个车闸的那个钢丝，哦，车闸。所以这样重的一摊牛粪。还有它的这个很重的牛粪，这么大一对一块儿，你要是用细钢丝拉它，那我想带不动，拉不了几次，这钢丝就得折，哦。那出问题也是在这儿。那就把钢丝弄厚点不就行了？能不能再想一想别的思路？还是要想别的思路，但是这个思路还是要往这个最后的这个环节，对 对，也就是这个拉力上去。从捡拾，从装。啊，运输呢没问题，拿车，嗯，就是从前两个方面，就是从石的这个石和装车的这个过程，再加以考虑。嗯，彭老师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啊，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看发明人会不会往这个方向去考虑呢？冬春晓回到学校，新学年的课程让他应接不暇，即便如此，他还是利用课余时间推进着牦牛粪捡尸机的改进工作。要怎么做才能让牦牛粪捡尸机在草原上行动灵活，捡尸顺利呢？很快春晓就有了灵感，像这样一手拿着扫帚，一手拿着簸箕，一扫一抛，简单方便，这不正是捡尸牦牛粪的好方法吗？没过多久，新的牦牛粪捡尸机就做好了，大家约好在牧场见面。是春晓，哎，又见面了。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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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新的机器做出来了。对 对，做出来了。嗯，春晓给咱们介绍介绍。行，我们借鉴了那个扫帚跟簸箕，然后改成这种刮板的。
他先把牛粪刮进来，嗯，然后我们再利用这个连杆机构把它给抛送进来。之前像一个剪刀一样，对吧？对对对。那现在你这个是就单侧了，就是单侧的刮板方式。嗯。然后呢，我们又增大了这个料斗的容量。上次我们剪的时候会有的会落在这架子上面，嗯，那这样的话落在架上几率小多了。现在呢，我们实际上还有一个改进，就是嗯，比较细微，就是用这个镶嵌的方式，这个抛送铲跟这个底铲之间有一个镶嵌的关系。嗯，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为了减轻它的质量，这种镂空的方式。就是它整体变轻了。对对对，整体变轻了。另外就是这不接触面大了吗？能保证它能捡起来。对对对。然后抛送的时候呢，不要底下这个铲就不要动，让它上面来抛上来。现在机构是一个连杆。然后这边需要踩动这个脚踏板。这个连杆有什么好处呢？连杆的机构它的性质就更加的稳定了，而且它这个耐用度会增强一些。这样，那我们能不能看看它的这个演示情况？对，行行行，注意了。嗯，咱们接着演示一下，接着把这个附近的油分检视一下。好检吗？嗯，这儿有点崎岖，但问题不大。哎，挺顺利的。我给你选一个大的吧，这个特别大，肯定特别难剪。对，没问题。哎呦，嗯，还是真挺顺利的。对。肩背手扛收集牛粪，劳累辛苦，推车十份如何替代人工？牦牛粪检视机能否得到牧民认可？敬请收看《我爱发明》，牛粪集结号。赛过人工，王老师分享，咱们今天就在这儿做一个验证。好啊，嗯啊，酒席厂长，今天请您当个裁判啊。好，好，觉得这台机器怎么样？看着。啊，你啥个什么？他说的，我上着你们那么细的，他啥个什么接着嘞？我觉得这个好得很，是一直没，但是没用过。请问您是从多大开始减分的？其实从14岁减。名字叫张子基。您好，对，嗯，还是这专业合作社的牧民。嗯，您了解比赛规则了吗？咱的连这个加进度器一个是够，七个。啊，知道是。那好，那一会儿我们就开始比赛了。我们在每隔5米的地方放置一枚路障标记，总长100米。比赛的选手们要绕过每一个路障标记，捡拾道路两侧的牛粪。人工队的两位藏族大姐。一人一个往返，两人的总时长即为比赛用时。机械队则由春晓为代表，推着新一代的牦牛粪捡拾机，走两个往返计算时长，用时短的一方获胜。好，选手准备。几个你什么心态？加油加油！首先由人工队的卓玛大姐开始捡拾。加油加油！卓玛大姐有丰富的捡粪经验，捡拾手法是又稳又准，记者得小跑才能追上她。哇，能铲好快，这样一瞬间从那儿绕过来，从那儿绕过来。这速度真是太快了。累不累？干个死。干个呀。累得很。累得很。然后我们问问裁判，现在用了多长时间走这一圈？2分46秒。哇，好快啊！不到3分钟的时间，您走了这一大圈，我觉得我光是跟着您走就已经特别吃力了。还能不能再快？都你就管那哦，点起那哦。打马个，这不能快。不能再快了，已经是最快了。最快。好，那您快去那边休息一下吧。那他可能是马是。好。那过个几个。好呀。
下的意料，总时长仅为5分30秒。啊，邱文强，你看见了刚才这个大姐抽粉吹得特别快。对对对，速度很快。嗯，她这捡食速度你能赶得上她吗？嗯，不好说，就是我尽量吧。加油啊。行，那好，那你现在就就位吧。行，好的。 王老师和春晓发明的牦牛粪捡食机能快过他们吗？我们拭目以待。预备，开始。快快加油，再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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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春晓推着机器捡食，速度也是非常快的，捡食过程轻松省力不说，速度上也很令人满意。感觉这车怎么样？碰撞就你站在那拉卡电影的门子给当时过去三千多层的歌手。当你站在那拉卡西单的拉卡州银的拉根的几个手段的话，你那都可了，当我的几个人都有可能等他等着怎么就会。他的意思是通过比赛有点缺点，主要是那个机器的话是他的机子太低了，再一个那个拉粪杆还有那个不太那个顺利。虽然拉粪杆有所缺憾。说变就变，天色。牛粪不多，不一会儿他也算完成任务了，但是一看比赛时间居然用了6分钟，比人工队耗时还多。哎，春晓，你看你刚才在比赛中间有一个停顿，卡的时间挺长的。对对对，因为现在他没法检视犀牛粪，这个铲子的它那个间距齿的间距太大了，就容易漏掉。犀牛粪不好捡是吧？对对对。这个会作为你下一代改进的重点吗？会的会的，因为下一代主要会我们会想办法就针对犀牛粪进行改进，让它能够捡食犀牛粪。嗯，好，谢谢。行，刚才我看您看这比赛全神贯注的，您觉得这台机器怎么样？这台机器啊比第一代啊强，强的很多，结构上也有变化，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它现在这粪叉子呀还是间隙太大。犀牛粪它捡不上来，可是牧区呢它赶上阴天下雨，它就要牛粪就要去，它也得要用，所以这就不太适用，以后还得要改进。嗯，那裁判现在麻烦您帮我们宣布一下比赛结果。打算把战斗人弄在各地争着去去这次。对，那个铁路这么样，跟那个铁路也是不跟铁路这么的厉害个东西。人工的还是厉害一些。人工的厉害一些。那咱们那个车您觉得怎么样？机器人的那个不二个。那太遗憾了。等当时去那个东西的嘛，等的第一个接的接了是单的东西啥的。他说就是给。尽量的改进一下这个机器的，再进一步提高它的速度吧。就这样。好，加油，王老师。加油，王老师，加油，春晓。好，一起加油。好。我看啊，这一次改过以后呢，我就特别有信心了。好像它根本就改了，不像以前是用这个像这个剪刀一样，对吧？对，原来是这种。对。现在它是这样，哎，扫。我跟扫地一样，其实用这样的叉子，你看用这样的叉子，又准又轻巧的就可以把牛粪铲起来了。对，因为刚才啊，其实我在体验了这个以后，我觉得你看，其实不那么好控制的，对，不那么灵活的。对，你看用这一个，
这么一个饼啊就可以，多轻松。所以这是一个捡食的工作，另外一个就是往筐里或者往车里装的这个工作，它设计得非常巧妙，它不是用手去拉钢丝绳了，它采用用脚去踩的这种方式。哦，这样就更省力呀、比手要省力呀。用踩脚踩呢，踩后边使这个架子的前端翘起来，翘起来。哦，你脚一踩，它向起一翘。哎，这就很轻松嘛。哎，你脚一踩，它向起一翘。所以这个路子就对了，对吗？对，我们看它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我想这个车应该能够非常好的去工作了。彭老师，我这下算是看明白了，您挑这个机器啊。还是要挑牛的，对吧？这个牦牛有的时候它也会肠胃不和，有时候闹肚子呀，这就不行，不能使用，对吧？所以呢，针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发明人是不是还有改进呢？我们赶紧去看一看。改进后的捡食机在藏区的使用效果。总是愁眉苦脸，王老师把这些全看在眼里。我没有这样的感觉，下去了。你做了这么久，也还没有很大的改进。哎，我觉得做的挺好的呀。我们在做的是，那我们下代样机一定会更成功。这个我很有信心，没问题。我们不是想完成简单的一个机器摆到那儿，而是真正就是能不能让农民用，能够让他们用得好。所以说那段时间他情绪非常低落。打乒乓球或者是其他运动形式，一个很好的试图沟通的这样一个环境，通过这个交流，能够让我们不要距离那么远，会更加亲近一些，像兄弟一样去沟通。他在表达出来的时候，可能也会把内心深处积压了很久的想法向我来倾诉出来，这样可能会对我们的下代样机设计会有很大帮助。有了王老师的鼓励和肯定，春晓振作起来，他重新审视自己的设计。继续琢磨改进机器，不过一个人冥思苦想也没太大进展，倒是回归球场让他收获不小。然后有一次打篮球的时候，就是师兄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传统的方式是不是也可以借鉴，就是他们当地牧民捡食的粪渣子。后来我就顺着他这个思路去想，可以把这个当地牧民捡食的粪渣子和这个联感机构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呢，一个就可以实现很好的捡食，一个就可以实现抛送，这样的话可能问题就解决了。身体活动开了，心情也舒畅了许多。没错，传承千年的捡食方式自然有它的好处。将捡食台改成传统粪叉的形状，不管是干的、湿的、大的还是小的牛粪，肯定是什么样的牛粪都能产。一有了灵感，春晓就立刻行动起来。新的捡食机一做好，春晓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记者。不用说，光看王老师这一脸笑容就知道他们的捡食机改进十分成功，一起去看一看吧。哎，春晓，这玩的挺高兴的啊。你好，好久不见。小马，这个机器的整体和原来有了较大的变化，让这个春晓给咱们介绍一下。这个主要有四点改进。第一个呢是这个铲子就是借鉴当地牧民捡牛粪的一个装置，这样就很容易把那个牛粪插起来。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联杆，您看这个联杆机构，这个联杆机构就是我们是借鉴了机械设计手册的一个机构，然后现在操作起来很方便，只需要轻轻的脚踩。第二代养鸡这儿有个横梁，我们现在把这个横梁移下边来了。哎，这个斗可以掀起来啊。对对对，这个也是方便于卸料的，然后这个横梁呢就有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还有就是这个自行车，这个借鉴自行车的前叉，这样的话呢它这个车轮受力更加的均匀。您看还有一个改进，就是我们在这儿加了一个支撑机构，这样的话呢就在车自然放置的时候它能够很好的支撑，就结构比较的稳定。那这代发明对于你来说最难的是哪一部分？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连杆机构，因为这个连杆机构虽然运用很广泛，但它的那个形式多样，然后得找一种很合适的机构，能够实现旋转运动，两个旋转运动之间的转化，也就是说你脚踩控制这个翻转的运动，然后这个也是想了很长时间。这个车比之前轻了一些，我觉得咱可以具体的撑一下。咱们这一秤准吗？
准，这秤是咱们叫过的，但是一会儿我们要检一下底下加了个支撑板的重量。板有多沉？这板刚才称过了，15公斤。减去这个板的重量，现在这个车身的重量是27公斤左右。27公斤左右哈、也就是比以前轻了一些。新一代的牦牛粪捡拾机在结构和材质上都有所简化，重量减轻，便于运输和在草地上推行。那么捡拾效果有没有提升呢？我们在工厂附近的草地上摆放了模拟牛粪。我们准备了一些测试用的道具啊，这道具好亲切。这个面前一坨一坨的这个东西是草和泥土捏在和在一起的，对吧？啊。模拟牛粪是泥土与草屑混合而成的，粘度和重量都和牦牛粪十分相似。我们来看看新一代的捡拾机到底好不好用。头几个模拟牛粪是轻松捡拾，不过刚捡到第三个就又出问题了。这次你又找什么理由？现在这个模拟的呢，它比较容易在滑动在地面上。记者对此表示质疑，于是也抢着试用捡拾机。我们听听他怎么说。哎，这车比以前轻了好多呀。对对对。看来新一代的捡拾机轻便了许多，车轮半径增大之后，越过这些深深浅浅的土坑也不是什么难题。可是在沙土地上铲粪，感觉就像在撒过面粉的面板上铲面团，这和草原上遍布草皮的环境有很大差距。我们的记者是个急脾气，几次三番铲不上来就开始着急。这个一定行。哎，走。对，这个以前好，慢慢的。哎，我连草都砍下了。这一脚下去，杂草被连根拔起。新一代的捡拾机看起来好用不少。主要感觉这个车的结构比较简单，到时候维修起来比较方便。维修，而且结构简单的话，其实我觉得结构简单比较好看。那咱们就去实地去比赛一下吧。好。这次去牧场又赶上下雨。牦牛圈里全是泥，牛粪则是稀软不堪，走在这样的地面，记者觉得脚都要被粘住了。牦牛粪捡拾机能否适应这样的环境呢？我们来验证一下。咱们来到这实地测试，你看这地这么泥泞，然后哎呀，这粪相也特别的稀。对对对，特别稀。能顺利捡拾吗？没问题，这个可以捡犀牛粪的。嗯，这是你刚才试的结果。对对对。你现在能不能再给我演示一下？行，没问题。现在这儿有坨犀牛粪，我捡一下。嗯。哇，感觉好黏啊。没问题。看来这一次的改进十分有效，捡拾装置将牛粪铲得干干净净，没有遗漏。那行，那待会儿我们就开始比赛吧。行，好的。嗯，好。说到比赛，这次可热闹了。经过前两次牦牛粪捡拾机的测试，牧民们都对它十分期待。一听说新的捡拾机要来比赛，就都赶过来看看。改进过的捡拾机在收集速度上有没有提升呢？捡拾过程上又会遇到哪些问题呢？为了验证这些问题，我们来到牧场里最大的牦牛圈，这里遍布牛粪，是上百头牦牛晚上休息的地方。今天我们就要在这片牧场上做一个终极大对决。那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今天咱们的裁判对吧？对，我们的裁判、好，是我们夏河县畜牧站的站长。那站长，麻烦您待会儿做一个裁判，给我们一个公平的裁决。行行行，没问题。好，您觉得哪边会赢？我还是靠我们这边牧民的这边赢吧。您觉得牧民会赢？牧民可能赢。好，这边呢是机械队，王老师，您有信心赢过7位妇女的这种人工吗？有信心，机械就是来代替人工的，这个一定有信心。我觉得这次应该没问题。没问题。这边呢，牧场主，您这边来，翻译大哥，您帮我翻译翻译。行。咱们这边是7个妇女来做机械队的对手啊。哎呦，这7个。啊。嗯。那有没有信心赛过这个机器？有有有有。沙拉西克里西，沙拉西西的意思是就是加油。沙拉拉西，沙拉西的，沙拉沙拉西的。哎呀。机械队社长，您有没有信心赢啊？当时的三个罗马人的人人的人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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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肯定他们赢，意思是到现在一直用这个手工捡牛粪的，
但是希望这你们的这个制作的还是要成功的。嗯，来，这位大叔，您觉得这机器怎么样？这光线啥可以弄个？哦，这机器里弄的啥计算？但是打了可能么，啊，就可能的打老木网的可能的车打，那三斤多呢，那三十多呢，机器啥计算个？他想着这个肯定用这个机器，因为是这是机器是用科学用创造出来的。但是他们到现在是一直用手工建这个牛粪的，他希望用这个机器。好，谢谢您。咱们人工队和机器队的，现在咱们分成两排，就同时进行，现在开始。七位精英级、手脚麻利的藏族妇女组成人工队，机械队则由宫春晓和他的捡尸机出阵，两队人马以捡尸500公斤为限。最先收集够数量的一队视为胜利。现在咱们这面是机器队，咱们这面是人工队，现在开始。各就各位，比赛开始。新一代的捡尸机能赛过七位藏族妇女吗？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机械队商量好比赛策略，就马上行动起来。小明，你这边是采用什么策略？我刚才进来已经观察了地形，发现那片呢牛粪密集度程度比较高，而且它那片地势比较平缓，觉得会提高它的捡尸速度。春晓推着牦牛粪捡尸机行动迅速，王老师站在场外紧盯赛况，机械队的亲友团没有高呼加油，显得十分安静。人工队的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爸爸妈妈您好，加西德罗。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就多岁了，什么都是哥哥。现在69岁是吧？69岁啊。这个背篓是从多大开始背的？现在从10岁开始已经是捡牛粪。啊，那累不累？现在还就肩膀累不累了？干了，跟着那苦是苦的。累得这么紧，累得很，累得很，特别重啊。特别重。我看您背了多少那个牦牛粪了？你看。啊，这还有稀的牦牛粪呢。就是稀的，还有干的，就很钝的。就一块儿这两个。就是。那咱们加油，胜过机械队。可以去，在当个还是过去，可以安多个，直接讲不，可以那安多个是过难的那个。安多个。加油，兄，加油。好。阿弟，你好。您现在累不累啊？就干个是过个。干个。累的，累得很。我都听懂了。然后收集了多少牦牛粪了？就你。两杯豆、好厉害，好快啊！但是我看那个机械队那边收集的更快，您还有信心赢吗？有个，很有加油。有信心，您加油啊！加油！可以行不？七位藏族妇女干劲十足，一上来就想给机械队一个下马威。他们七个人手脚麻利，速度相当，没多一会儿就收集上了第一批牦牛粪。25公斤，又来一个，12公斤，下一个，下一个，咱们行，40公斤，真棒！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来给称重，一旁的牛粪堆渐渐长高了，500公斤的任务，看来难不倒他们。眼看着人工队已经开始第二轮的收集，春晓的第一车牦牛粪还没收上来，照这样的速度，捡尸机可就输定了。但是看他和王老师的样子，怎么都不像着急的，一旁的队友可有耐不住的了。感觉那个人工还挺快的哈，不过看看吧，我觉得还是应该他们没问题。那中间我帮那个春晓卸了几次粪，然后发现他那个粪车一次性承重太重的时候，他那个一个人是很难就是把它翻过去或者说拆下来去称重的，所以说我过来那个帮他一下，我觉得这样会影响他整个一个速度，所以说我现在对这个机器队伍持一定的否定态度。教官看他们这车还挺快的。是挺快，效率挺高，效率挺高，挺顺当的，挺顺当。不过现在咱们这个人工还是要比这个机器要快。一会儿都行了，一会儿咱这个机器一熟练以后就肯定要超过他。您这筐怎么和别人的不一样啊？我的啥搞的？这是牛皮，是牛皮，就是牦牛皮是吧？牦牛皮嘛。牦牛皮，牦牛皮好软啊。好
好人有事结识。您今年多大岁数了？这个结识很。63岁了。63岁了、嗯，那您是从多大开始背这个？我早上认给他。从15岁开始。机器他来给人修了，给忙。那也因为是那他的机器好得很，我们是手工的嘛，肯定他们快一点。啊，减去筐的重量应该是30公斤。这活可真是够重的，嗯。真的很这个。北哈现在累计是160多公斤。160多公斤了。嗯，人工队加油。哎呦，这个沉，这个有多沉？连筐带粪21公斤。好。人工队捡拾牛粪，一筐接着一筐。但是第二轮开始的时候，藏族妇女们的捡拾速度明显慢了。本来为了抵御寒冷而全副武装的妇女们，有的已经摘下围巾，有的已经开始出汗，她们体力消耗很大，开始感觉疲劳。咱们现在来看看机械队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春晓，你这边也可以撑了哈。行，好。你怎么撑啊？这个直接抬掉。来，直接把这个筐抬下来是吧？对，抬下来把这个皮除。抬不动是吧？一二。哇，这个斗这么难抬啊！现在就是要是承重的话，摘这个斗子费劲。原来设计的就是往那一掀就得了，这次咱不是要承重吗？机械队依然是一人捡拾多人装卸的战略，捡拾工作十分有节奏，不一会儿就收集了很多车牛粪，和人工队的差距逐渐缩小。照这么发展，用不了几车，机械队就能赶上人工队了。到底谁是先完成任务的大赢家呢？这第一轮这个称重开始以后，暂时还是我们人工队比较厉害。人工队肩膀上背着背篓，一铲一挥，牛粪准确落入背篓中，很有节奏，速度自然也快。看来人工队丝毫没有放松。啊，老阿妈，您这个收集牛粪收的怎么样了？嘎子啊，累得很是，累得很，累得很，感觉还能赢吗？你身体看不动的，把那个机器上有，把机器公司也拿卸给他的。他说机器厉害得很，我们再用不了了。说那个机器好得很。他公司也就拿卸给上的。嗯，他想着那个机器有这样的机器的话非常好，是再用不了是。他也说，我希望有那么多机器。赵工，您觉得这个机器这回怎么样？我估计着没问题，嗯，肯定能赢。嗯，看着不错，我觉得他们肯定会赢。我们这个人工队比较厉害，嗯，现在结果表明呢，机器队的这个还是慢慢的往上增加。机械队是不是就差最后一车了？应该是。哎，对。按预测，这再有一，哎，来了来了，哦，咱们称称这车多沉，看样应该是够了啊。对。看看这最后一车多沉。好。走。哎，这个机器还是弯得很啊。哇塞。哇，这个是45公斤带、哦、带皮。45公斤把那10公斤减掉，应该是35公斤的粪。35公斤，对。那现在这个总数够了吗？够了，够了，550公斤了。550公斤啊！啊，经过我们这个进行比赛，刚才称重以后，咱们机器队呢，总共10车，515公斤，咱们人工队呢，总共7个人，称重是430公斤。还是咱们机器队领先，机器队赢了啊！机器队赢了。哦，恭喜！您觉得这车怎么样了？这真的那个，这现在跟的二叉的，这叉个打你打机械没得了，打能够，还能够那个连呐，打能够你跟连呐，哪个上？
啥个生？这个非常好的很。像人工地的话是有七个方面，像机器的话是一个人，像这样的得到这么一个话是他们非常的高兴，是，也有这个节省劳动力。太好了，这个消息我们听上非常高兴。那么这台车我想送给九级车长，让九级车长能够享受到咱们这个科学技术带来的这个好的成果。最终，王光辉老师和春晓发明的牦牛粪捡拾机获胜，牧民们十分喜欢这台机器，对它爱不释手。捡拾机能得到牧民们的认可，王老师和春晓真的太开心了。王光辉老师和龚春晓发明的牦牛粪捡拾机，经过三代改进，最终能实现在藏区复杂的自然环境下捡拾牦牛粪的功能。捡拾机省时省力，减轻了人们捡拾牦牛粪的劳动强度，减少人和牛粪的直接接触，捡拾过程干净卫生，为牧民捡拾牦牛粪提供了新的方式，值得肯定。牦牛粪捡拾机，我觉得为藏区牧民带来了一种新的捡拾方式，我觉得是一种很实用的一个装置，它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效率，是很好的。如果要说改进的话呢，我觉得有两个方向可以考虑，一个呢就是降低它的重量，让它可以便携，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增加它的自动化，这样呢效果会更好。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好的想法和创意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您可以登录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谢谢彭老师，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我是丁西，下期再会。小小的一个宝盒，却勾起众人无限的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如此受人追捧？敬请收看我爱发明馒头魔法盒。小小的一个宝盒，却勾起众人无限的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它如此受人追捧？敬请收看我爱发明馒头魔法盒。